伊斯兰教每周五的主麻日，在神圣的聚礼日，斯里兰卡这间清真寺做了重要决定，把当天信众的全数捐献再捐给慈济，援助东非水患。想尽一己之力的还有许多是慈济长期关怀的照顾户。克伦坡慈济会所举办二手衣和点心义卖。位于汉班托塔的国立慈济中学以及当地幼儿园，大孩子小小孩也都凝聚爱心，足以飞越7000多公里。带新闻真善美之工斯里兰卡报道。